前啊，大家一定会想起甜甜的酒窝，优雅的笑容。这位不老女神已经快50岁了，却依然是单身一枚，婚姻似乎渐行渐远。可不变的是，她依然是男人眼中的女神，她的一举一动依然充满少女气息。胡歌比许晴小14岁，许晴毫不在意的往胡歌身上靠，胡歌的脸上多少有点尴尬。同样为比许晴小10岁，许晴充满暧昧的眼神，杀伤力十足，和现任吴亦凡在一起也是情深款款，怪不得吴亦凡看起来都有点害羞。跟杨 洋的合照，幸福的连眼睛都眯了起来，看着张翰含情脉脉，就像公主看到迎接自己的王子。许晴还轻易的称呼张翰为翰，哦天哪，这太肉麻了吧。跟90后华语晨的合影也是一直在卖萌，从照片看许晴真的不得不服，48岁都能保养得这么好，依旧是这么性感美丽。著名导演冯小刚对许晴说出了心里的话，许晴是他们这代男人的梦中情人，但许晴对这老腊肉类型的男人一点都不感兴趣。尽管被冯小刚抱在怀里，可是他笑得却十分尴尬，双手都插着裤带往另一边缩，挣扎着跟冯导保持距离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动作出卖了他，尽管嘴里不说，身体还是很诚实的。48岁还幻想着跟小鲜肉在一起灯红酒绿，怪不得到这个年龄还是保持单身。